金明大大，就是我的朋友 Sabrina。然后呢，我和他呢非常喜欢看您的解谜地图。还有，我想让你们生存更多一些，是我们空岛生存。还有你们的那个，然后你们的那个很多那些，对，你们应该多弄一点在野外的，就比如说像。你们网红想加入，可是我有 QQ。然后呢，那个。粉鱼和大侄子的世界，那个北极狮子赶快拢，我快急死了，我们等了好几个月了。说到这一点，我们还是跟粉鱼还有大橙子的最大粉丝。还有呢，你知道吗？粉鱼他们呢，我们特想加到粉鱼的那个办公室里面，但是我们报名，我们不知道我们选的好不好。可是 iPad， 我们也没有 computer 的。所以呢，希望那个子明大大，您可以转告他们，让我们报名一下，可以吗？帮我们报名一下好吗？谢谢，谢谢，拜拜。而且呢，等会，我有一个朋友，他也要跟你说话，他不是您那么大的粉丝，但他也爱您。你好，子明，那个啥，我就是这两个朋友，他是，这是我妹妹，而且这是朋友，但是我说他们是你最大粉丝，你赶紧看这视频，让他们快一点加入你的那个 team 好吗？谢谢，再见，再见。